哎，哎，可以哭。哎，不许走，不许走。哎，我赶上来了啊！赶上来了。我赢了，一错，再来一错。你输了，按照咱们的约定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叔叔又没说干嘛要亲我呀？叔叔喜欢平安，平安喜不喜欢叔叔？喜欢。那就来。来，再来。开始啊，你选哪个？我们在杰米的帮助下也盖起了结实的石头房子。好了，三只小猪的故事讲完了，睡觉吧。可是我还想听爱放屁的媳妇儿，这是以前爸爸讲给我听的。平安，今天已经很晚了，改天再让叔叔给你讲，好不好？哦。我们当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好啊？我已经有爸爸跟妈妈了。再多一个爸爸妈妈吗？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，你也把我们当成爸爸妈妈。平安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在这儿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平安在这儿开心，阿姨跟叔叔也开心，我们这个家永远都欢迎你，好吗？嗯。乖。睡觉吧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坚持要领养平安。通过这一天和他在一起，我真的感到平安需要我这个爸爸，我也需要这个儿子，而且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妈妈。之前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明白我为你做的一切就好了。手术很顺利，但我爸还没醒过来，我回来拿几件衣服马上回医院。他这么严重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谢谢你跟邹毅及时救了我爸。哎呀，那天我要早一点回来就好了。那天我回来，我一打开门一看，亲家公的脸色不好，他从里面走出来就……我爸是从里面走出来的？啊，不对不对，我说错了，哎，不是从里面走出来，是在大门外。阿姨啊，哎，太太，帮我倒杯果汁送进来吧。嗯，你到我书房来一下。我听邹毅说，你拒绝了我给你们家提供的特需病房和特别的看护。妈的好意，我们全家都很感谢。可是我实在不能再接受妈的帮忙了。只要你还喊我一声妈，还在我们家里住一天，理论上你还是我的儿媳妇。那么你爸爸就是我的亲家公，帮助你的父亲我理所当然。妈就当作是让我心里好过吧。我欠妈和西雨的已经够多了，如果再接受妈的帮忙，我实在是……那好吧，我依你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即便是你我之间有什么怨恨，有什么不愉快，
跟你的父亲母亲无关。你的过错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做一些没意义的事。叔叔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医院照顾我爸。西雨一起去。我只有一个人，没有办法同时照顾你和我爸。我已经很累了，拜托你别让我更累了，好不好？西雨可以帮叔叔的忙。不会让徐巫师更累的。不需要你帮忙。徐巫师，徐巫师，我帮你。西域，放手！你放手啊！你们这是干嘛？西尼，帮我劝劝西域，我急着去医院。我才要拜托你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哥别缠着我，一直问我要怎么帮你？西域。放手，不要让我开始讨厌你。哥，你不帮徐护士分担她的痛苦，心里是不是真的很难受？